天那个东流线那个交通的状况？啊，因为今天是暑假第一天，所以从今天7:30开始就慢慢出现人潮。那我们的话就是因应疏散人潮，我们会机动加开，大概每20分钟到30分钟就一班船，那人满就开。有比以往平常多少？